信 FB 有口皆碑。这粉丝众多了啊、哦，厉害厉害！啊，还有人趁乱告白是吧？小哥，你看到黑的，他看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没错，看不到。哎呦，小哥这个天生酷客，难怪难怪。好，小乖帮我们照顾一下我们背板处的大会摄影师。下面哪一张好吗？下面。这边这边。好，很想让大家都拍到照，但是我们人数众多了哈，我们活动时间有限。接下来，好，感情正点是你的大粉丝，好不好？那你怎么没拿出来拍？好，等一下啊。哇哇哇哇哇，这个。前凸后翘，您拥有这个身材，哇，我好羡慕！现在我在前面，这个角度那么好。来，我们的刘曼轩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背板处的大会摄影师，以及我们最前方的这黑白两位摄影师。好，这边来一张好吗？正点在干嘛？边打招呼。好啊，谢谢谢谢啊，感谢感谢。好，下面我们欢迎我们的张雨曦登场。哦，这个声音再次张雨曦登场。我们内心是很开心，但我们声音不要那么萎靡，我们声音。亢奋一点啊！哇！好，今天我们张雨曦是一个小兔子，感觉是一个兔女郎来的。好，这一件锻炼的套装，展现她玲珑有致的身材，以及今天特别的一个波浪的长卷发，带来一个浪漫的情怀。接下来欢迎我们的沈七七登场！哇，七七小芝麻，乳家宝在哪里？啊，有叫人都有加他粉丝专页啊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 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